真欢喜，又搁是咱基督会时刻。今仔伫基督会当中，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过来要甲大家三甲祈祷。故事是安尼：伫美国有一个叫做 Christy Weekly 的查某囡仔，伊伫个日记当中写了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，互咱来思考，做一个基督徒的咱。伫生活当中，是毋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用上帝眼光来看人呢？ Christy 伫日记当中写到伊甲妈妈去布料，要买一块布，准备要做一领长裙。布料选好了后，伊就甲伊妈妈去排队，去裁剪厝遐等待，要甲裁剪。听到记号了后，因就过去。你要爱啥？财政处这个查某囡仔真无好声少来，甲伊讲，听到都互人足袂欢喜的。但过 Christy 的妈妈却无受到影响，还佫真好声少来甲伊问：“哎呀，是毋是无用了一工啊？”这种话，查某囡仔回答讲：“是。”过来，伊就佫甲 Christy 的妈妈讲：“我爱拍四份工，生活真艰苦。”接落来，伊佫讲：“我要做妈妈，佫来甲囡仔饲大汉。”就在这个店员跟 Christy 妈妈的讲话当中， Christy 的妈妈发现，伊伫幼稚，伊伫孤儿院长大，后摆了去用收养，就是无妈妈。伊的哥哥嘛伫家家当中出出入入。当伊发现伊家己有心了后，四周的人拢劝伊家囡仔啊提掉，因为伊即马交男朋友。住伫男朋友的厝当中，男朋友的妈妈嘛甲伊讲：“你若准讲要甲囡仔生落来，我就甲你甲囡仔做伙扫地出门。”尽管如此，伊也想要甲囡仔生落来。Christy 感慨安尼讲：“哇哦，妈妈敢用五分钟的时间，就当了解遮尔济。若准讲予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嘛无法度了解遐尔济。”听到这个女店员要生。安尼个时 ，Christy 妈妈就走去隔壁个，像讲 Shoppers 还是便利商店去买一挂囡仔个用品来送互伊。Christy 妈妈甲伊讲：“上帝咧看顾伊，并为着伊无顾四周人个反应，执意要甲囡仔生落，感觉真骄傲。”就是即个时，即个查某囡仔哭起来啊！伊在感谢 Christy 甲伊妈妈对伊个关心，听伊讲话甲帮助。伊讲，一个朋友一直邀请我去教会，但不过我礼拜爱上班，无倒去。即马我会尽量参加教会暗时啊的祈祷甲礼拜。Christy 妈妈伫咧面上写着伊家己的手机啊号码，并且甲伊讲保持联络。伫回来路上 ，Christy 不断地反省家己有偌尼啊自私甲幼稚。伊安尼讲，我敢若看到这个查某囡仔无友好一面。要么妈妈确实会当看到伊的过去，甚至了解搁较侪。是，真侪时阵，咱就是敢若看到眼前的现象。伊是一个罪人，伊有心甲男朋友同居，也未结婚。要么，咱确实无看到伊真正的需要。伊无需要别人甲伊讲，你唔对啊。伊上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伊需要的是怜悯、扶持、甲看顾。谁会为着伊未来的红娘的出世来举行出世的 party？ 谁会为着伊的囡仔出世来欢喜唱歌？所有人拢要爱伊，把囡仔摕掉，伊真孤单。世界有真侪人拢真孤单，伊无需要别人甲伊讲，你的生活乱糟糟，这点伊拢知。因所唔知的是耶稣疼伊，耶稣会当为一个搁活更新的生命，耶稣会当医治因。因为伊也是天父所创造的，若是咱基督徒无法做正做耶稣基督听的管道，咱阁安怎会当有遮个人会当知捌遮个福音呢？即天所发生的一切，予 Christy 谦卑落来，伊决心每一天祈祷，求上帝帮助伊，对上帝眼光来看人。一旦若有听的机会来到，伊求上帝帮助伊。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扬福音，是人的地球就伫个一线中间。
真有可能这个查囡仔后来去教会，也真有可能去成做基督徒，也是讲伊个囡仔大汉了后，成做替上帝做工的人。上帝希望咱会当去找找遐需要得救的羊，嘛当伊需要遮个会当为着替伊传扬福音的人的时，希望咱已经拢准备好。所以故事就到这，这是咱当心阿爸的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感谢你，予阮看到 Christy 的妈妈，伊会当看到遐个需要上帝的疼、怜悯、扶持的人。主，因为你的疼，你也看到阮的需要，你想想，你想受耶稣基督的降世，来拯救阮，来赦免阮的罪。也求主你，予阮会当赦免过阮的人，也予阮的心常常充满疼。会当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予阮伫别人需要的时，阮会行做，会当来显明主你的疼，荣光主你的名，予遐迷信主的人会当知捌主是疼，怜悯怜爱，予因会当来信靠主你，予因会当得到平安，予因的灵魂会当得救。主，阮也求主你怜悯医治阮遐的。兄弟姊妹当中，身体欠安的，就是亲像罗秋生兄、罗志秋兄、刘永雄兄、甲林桥文姐、蔡兴的医师、甲吴水玉姐，阮也求主你看顾阮遐年长的兄弟。啊，这是阮的祈祷会，祝阮啊将阮今仔的敬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引带。对头到尾，我那哩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